Hello Hello， 我是慕尼。现在呢，是我们尼宅挑战第六集啊。慕尼在家里，因为啊，我今天想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哦。是什么呢？因为平常观众如果遇到慕尼，第一句话通常都是说：“慕尼可以加好友吗？”对不对？都是问这个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常出现的，就是慕尼，你现在有在拍片吗？没错，今天呢，慕尼就突然在我的派对突然拍片，看看这些粉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好，那当然不是只有他们有反应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我还会给那个有跟着我一直追着我的人一些小礼物。那预计会送出10份礼物，哦，都是送那些新币礼物。那今天我们的尼宅挑战第六集就正式开始。因为慕尼刚刚已经挂机大概20-30分钟了，大概半个小时哦，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是完全不知道我现在在偷偷录影，所以这些粉丝有到慕尼派对的有好处了。那现在正在看影片的你们也不要错过哦，等一下影片后面一样会办我们的影片活动，记得看到最后哦。那我们尼宅挑战六马上开始出发。好，我现在要冲了，我现在想一下我要冲哪里，我现在冲到楼上好不好？冲到楼上看看谁可以先找到我，来冲！有没有人追我？有没有人追我？有吗？哎，有人发现我了！有人发现我了！我发现，我才刚走而已，哎，他马上发现我，太强了！我冲到二楼，谁第一个追到我的，我马上就送他礼物。我赶快冲上去，赶快冲上去！我今天要在我的派对冲10个地方，但是如果一直都同一个人追我的话，我不能送他10次了，好不好？我要尽量送不同人，希望慕尼不要送错。我冲到这边，冲到这边，我看他追不追得到我。哎，他不会放弃了吧？他怎么追到一楼？不追了。哦，他追到了，他瞬移。OK， 我晕雅雅。OK， 没错，送给你，我就送你这个。哎，这个标本好不好？标本的，他应该没有吧？送这个，我们今天大手笔，标本的，哦，直接送他第一位。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往第二个地方看看谁会冲到我。哎，他们都马上先拍照，哎，谁可以追到我呢？我现在要冲，又要冲，我要乱跑，看看谁可以找到我。哦，我今天10个都送那3600好了，今天我们要送出36000币。哎，找一下。哦，我现在乱跑，哎，为什么我天天又在下雨啊？你们的天天会这样一直下雨吗？最近我天天一直在下雨，我在乱跑，他们发现得了我吗？捉迷藏，捉迷藏，捉迷藏，捉迷藏！喂，哎，等一下，他们怎么那么厉害？等一下，他们有点厉害，他们还在追，我应该可以把他们甩开来吧？等我一下，我从前面的石头好了，我等下从石头那边转弯一下，还在追，他们现在一定不知道有礼物，如果追到我的，就碰到我的就可以。哦，我走到这边。好，就在那个野竹树好了，前面的野竹树，看看谁会第一个碰到我，就先送他礼物，来吧。谁？丁，好像是小糖酱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他跟我比较靠近，哎，好啦，小糖酱，恭喜你啊，送你这个小礼物。第二位，还有8位哦。好，现在要去门口那边，来吧。哦，这次我决定在溜滑梯那边，慕尼做的，慕尼的溜滑梯花了400转左右吧。我等下在溜滑梯那边突然停下来，看看有没有人有看到我，我就一样送他礼物，在我的派对。咻，好，然后我不要滑下去，我等下跳起来。这样，有没有人很厉害啊？有没有人很厉害啊？来，谁要碰到我？谁最靠近我？是谁？好像是棒棒糖，哎，有棒棒糖，它粘在我旁边。OK， 送你一个小礼物啊，棒棒糖。第三位。好，赶快换位置，换位置。哦，还在追吗？我躲到那个瀑布后面。来，我躲到瀑布后面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送出3位了吗？还有7位。来，这里，有没有人发现我？你只要靠近我，我就送你。谁第一个靠近？就好像是这个呜呜啊啊哦，呜呜啊啊，好，送你昆虫的，你抓到昆虫可以放进来，好不好？标本嘛，对不对？恭喜，这样还有6位吧？我们现在应该要送出第5位吗？是吗？第5位吗？啊，无你的数学，我到底送几个了？现在送4个吗？应该是吧？好啦，不管啦，等一下反正送不出去的时候，就代表
已经送满了，我还在跑，还在跑，他们还在追。我看看谁看起来是第一哦，谁看起来是第一？看起来，好，停，追，丢，是这个吗？小糖奖，可是他刚才拿过嘞，那应该是这个吧？米色头发的吧？我看一下是他吗？这个，点不到他，这叫什么 ？G O G G O Y， 好啦，送你啦。然后他拿到我们的第五份吧，对不对？第五份，送你，恭喜恭喜！现在人有点太多，来来来，赶快赶快，谁还要这个小礼物啊？赶快来追我，我现在要进去我的房子里面了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在追我吗？他们还在追 ，OK， 快追到我有好处啊，有好处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只有在我们这一集，你来挑战六游这一集不是叫木尼。是追到我，有追跟着我就可以。我现在赶快去我的楼上，楼上应该就会比较少人来了吧？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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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楼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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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在跑酷哦。来来来，我躲到小房间，这样有人可以发现我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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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有吗有吗？又是小糖酱，不过他拿过了，我看啊，这个 Hello， 我叫 BB， 好，这个应该还没拿到，来送你。你是我们的第六位，恭喜恭喜！你的满了，我没办法嘞。你的满嘞 ，Hello， 我叫 BB， 完了，他的信箱满了。好啦，帮你点个爱心。哇，他的信箱这么厉害，是不是？居然满了，那我们再找一位。我第一次送人家信，然后对方的信箱居然是满的，我以为。不会有遇到这种问题耶，没想到居然有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要在这个转弯处，然后突然跳下去，看看他们可不可以发现。看起来要转弯，就跳下去。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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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厉害哦！这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之璇想吃棒棒糖，他应该没有领到吧？好啦，送你啦，棒棒糖。应该没有送到重复的吧？希望没有，等一下来检查一下。有重复就算了，因为记忆力不好。来来来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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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还在追，还在追。导弹躲进去了，如果骑进去，第一个碰到我的也可以。啊，又是雅雅，哈哈。还有谁啊？骑士蛋饼，骑士蛋饼，好啦，骑士蛋饼也蛮靠近我的，送你吧，送你吧。我突然躲进来，算他们幸运。然后我再突然出去，没有，我已经进来了，哈哈，突然换位置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突然进来了，在外面的他们要绕一大圈，然后我这时候再突然回去楼上好了，这时候应该会有些人没有发现我，我赶快走上去。后面怎么还在追？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把他们甩开。假装往右边啊，往左边，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没办法把你们甩开？来，谁？又是小糖奖，你怎么那么强 ？Hello， 我叫 BB， 又是他啊！这个国宝宝，你赶快往前，国宝宝，好啦，就你啦，国宝宝。来，送你礼物，他的头像是蛮可爱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老鼠吗？还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可爱哦！来，再来，继续跑。他们好会追哦，我甩不开他们超强的。我觉得我的。这个鬼抓人的功力应该是还不错的啊。那这次我去泳池这边好了，有没有人会跳进来来找木尼？快！你现在只要靠近我，就送你礼物哦。又是这个棒棒糖。有，这叫奶糖的啊。来给你，尽量不送到重复的、啊。OK， 现在还剩一位，对不对？还剩一位。好，最后一位了。来，最后一个礼物。幸运得主，你来挑战第六集第十份礼物，我看是谁可以拿到。我要躲在这石头后面，还在追吗？看看是谁哦，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律师套装的那个人会拿到。是谁？好像是他，草莓淘淘。好啦，送给你礼物啊、哦，这个最后一份啊，刚好送光光，锵锵，送完了。对吧？对，是这套啊！我木尼检查一下我刚才送出去的信，有没有送到重复的？应该没有吧？我看啊，完了，之璇，
我送到两次咨询，好，送到一样的，完蛋。好，他拿到两个标本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泥来挑战第六集算是圆满落幕。一样，问题要来咯，就是呢，慕尼今天送出这个礼物，是不是有送到重复的？那他是在第几次的时候重复了？要把那两个数字讲出来哦，把它讲在一起就好了。例如说是第一次跟第十次，你就打一，然后一零这样，然后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话就打二三，连在一起就好了。好，都是数字，这样你们听得懂吗？那我给大家看一下答案啊，这个我因为是我送了第一个嘛，好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总共这十位啊，慕尼是送了哪两次是送到重复的？好，大家再帮我底下留言这个数字，把它连在一起。我再讲一次好了，例如说我第一个送的跟第十个送的重复了，那你们大家就留言110加上你的天天玩乐园名称，我怕大家不懂。连在一起就好，数字连在一起。如果是第二次跟第九次中的话，你就帮我留言29，好吗？那这就是今天的题目啦，记得旁边要加你天天玩乐园名称哦。一样，这个两个礼拜之内，我就会抽出金砖得主，直接送到你的礼物信箱啦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部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为我点下一个喜欢。我是慕尼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